收好了，洗碗吧。嗯，给我洗啊，十块。洗碗还有钱啊？嗯，是妈妈做的饭还没给钱呢，她自己洗吃的，凭什么让我爸爸一个人洗啊？梦瑶，要不你去洗了。呀。当我以为他要去洗碗时，妈妈，你现在还让爸爸洗？哎呦你妈！爸爸你好棒，又会洗碗，会做饭。妈妈你也好棒，你把老公教的这么好。你的妹怎么回事？人家妹妹都听姐姐话，怎么我妹妹就不一样？我爸爸没有一句心，我偷偷给你搞定了。我现在长大就更不起你，我是你弟弟，你知不知道？人又怎么样？